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言承旭为芯片宣传，长期健身保养，冻龄颜值看不出44岁。图摘自微博。世界观 news 讯男星言承旭当年因演出偶像剧《流星花园》中的道明寺爆红。20年过去了，他冻龄帅气外形依旧是数万千粉丝心目中永远的男神。近日他出席宣传活动，只见他身穿米色西装搭配牛仔裤，无论是冻龄颜值、身材状态、灿烂笑容，帅气丝毫不减当年，让网友看了都惊呆，直呼完全看不出已44岁了。言承旭日前为芯片有一点动心宣传，商场内中庭广场3层楼栏杆边人潮挤爆，场面热闹，人气热度可见一斑。现场言承旭大展亲和力，除了回答与电影相关问题外，也与粉丝互动。当被问到我在你左边还是右边，言承旭还没回答，粉丝急抢着说我在你心里边，瞬间被撩，随即奉送一个笑容及摸头杀给粉丝，引发全场沸腾。去年底言承旭曾低调出席安以轩女儿娃宝的双满月派对，当时他一脸胡渣，服装发型十分休闲随性，照片一曝光令不少网友震惊。他还惨被吐槽，我看到一个油腻大叔，怎么有点不像。事实上言承旭只要不工作就会是满脸胡渣的颓废样，过去他也曾被拍私下和友人聚会的模样，算是私下十分寻常的造型，而只要是在工作状态就会恢复帅气妆容。未经修图的照片影片也让网友大赞，这么多年依然还是帅，说44岁我都不敢相信，不老男神。言承旭人气超旺。图摘自微博，编辑张一佳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